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57页第一行，课题是妙苦。请看经文：由此见佛，身彼国中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菩提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前面我们学过三倍往生，都是教导我们求生净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，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同而言之，那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。为什么会有三杯酒品？发现求愿，我们的真诚心，我们的亲近心，我们的恭敬心，个人都有差别，所以果报里头有四土三倍九品。念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，本且从上他佛，或者有人怀疑有昧心宗，心宗是禅宗，跟禅宗讲的有没有相悖？啊，自言三论以为佐证啊，下面有三段，
第一，灵峰大师的要解，欧耶大师的啊，《弥陀经要解》这个书是问佛即心作心事，何不静言自佛，而必以他佛为甚？何也？何也就是为什么？啊，问得很好。佛既然是心作心事，就自心作佛，自心是佛。啊，为什么就干脆说自佛就可以了？啊，何必又用他佛为甚？甚是殊胜，他佛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有人提这么个问题，问何也是为什么？下面是欧耶大师解答的，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此。这一句话重要，了是明了，是通达，他是阿弥陀佛。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啊，这个法门净土法门，信愿持名往生的法门，全在了他即此。了是明了，通达，他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自己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，这五句话就是他的心得报告。啊，像现在学校的博士论文，五祖听了之后一波就给他了，下面经不讲了。为什么？他全明白了。五句最后一句说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这万法里面包括西方极乐世界，包括阿弥陀佛。极乐世界从哪来的？我们自信变现。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也是自信变现。变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现象在此地用一个他字做代表。要知道自他是一不是二了。为什么？自信是一个，一个里面没有自他，十方诸佛刹土自心所现，最其庄严的极乐世界也是自心所现。这个
这个世界是法界，是自性所现。啊，六道轮回也是自性所现。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。这一桩事情，学佛的同学不能不搞清楚，不能不搞明白。搞清楚明白了，功夫就得力了，你才能真放下。你为什么放不下？没搞清楚，不知道全宇宙佛家的话术，遍法界虚空界自性所现的，谁的自性？自己的自性。自己之外所谓的他，是你起了妄想分别才有他。如果没有妄想分别的时候，自他是一不是二。这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。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么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前面这个问题就没有了。啊，前面变成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个东西自性你都没有。啊，说若慧眼他福，你忌讳说他福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他见未忘，你的边界没忘啊。边界是两边的啊，字是一边，他是一边。你的见惑没断呢、啊。啊，我见对面是人见，自见对面是他见，这个东西是六道轮回的根本。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就是从这个错误见惑里面生的。你看见思惑断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阿罗汉真的超越六道轮回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若偏重 自佛，那就成无间颠倒了。啊，有西禅四种利益，后三种利益四不顾起，
啊，当不从世界生发信心，则心焉二业，尚不能生，何况五如礼佛。这是引证，佛在经上常讲的四学谈。啊，四学谈第一个世界学谈。啊，后面为人谈。都是要从世界学谈生发清净。这心焉二义，这才能生起来，才能悟入礼即佛了。下面经中常说的唯即四持大力持，所以弥陀身中显现，即是本性明显，往生彼土见佛闻法，即是成就慧身，不由他物啊。法门深妙，破尽一切邪论，斩尽一切意见，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，彻底当活得去啊。其余的是指变宗，通如禅科，近似度量，愈推愈远。又不入，欲夫妇老实念佛这一句话说得好，这个事实真相谁知道？马明菩萨造大乘起信论的人，啊，龙树菩萨大乘八宗共祖，智德大师，天台大师，天台宗的祖师，用名言说，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。啊，这些人都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们这些人彻底明了，换句话是除了真正大彻大悟之外，一般大悟、小悟都做不到啊！啊，世之变宗，这里头有大悟，有小悟，
啊，同儒。历代儒家的大德，禅客是宗门禅宗里面的大德啊，小悟大悟，他没有彻悟啊，小悟声闻缘觉，大悟三贤菩萨，啊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的三贤菩萨，他们。是近思度量，越推越远。他们要想知道，凭着自己的智慧去推想，越推越远，越推越错了，反而不如老实念佛的这一些阿公阿婆。为什么？他们心里头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就是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这些阿公阿婆念佛念久了，豁然明白了，明白以后怎么样呢？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到他往生啊，他也不会给人收获。为什么？不是这个境界不懂啊，不是不说，说了他听不懂啊。暗合道妙，道妙极了。老祖宗这些彻悟的人教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都是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啊，时间久了，到什么时候？一门深入，读书千遍，他的功德是什么？功是功夫，德就是你的收获，你得到的什么？啊，功夫是断烦恼，功德是开智慧，智慧不在外面，外面没有智慧，外面学来的知识，从内里面开发出来的智慧，智慧
开悟就有智慧，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啊，通常读书千遍，小悟；再千遍，大悟；再千遍，大彻大悟。这叫前通，这叫暗后。这是念老引用的第一个，来讨论这个问题的，欧耶大师的要解。啊，加底下一段呢，《无量寿经起信论》，清朝乾隆年间，彭继清居士啊，他有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。这个注解名字叫《无量寿起信论》，啊，这个人在家居士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，是一代的大善知识。啊，这个注解里头用问答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是问，有人问，提出问题，临终见佛，见的这个佛为是自佛，为是他佛，若他佛者，心外取佛，即成魔业；若次佛者呢，想力所成，虚妄不实，云何往生？问得好啊！我们没这个问题，没想到。如果要有人想到是佛他佛，很可能就想到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就障碍你不能往生。那我们看看，彭居士是怎么解答的。下面答：自佛他佛，总称喜乐的。人我相忘，自他不异。这两句话给我们解决了。啊，你心里头还有自佛，还有他佛，这是什么？分别执着没放下。啊，学佛必须人我相忘，人相、我相要放下。金刚经上前半部教给我们无我相、无人相、
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是什么地位？阿罗汉呐！孝成人的境界，四相没破，是什么人？六道凡夫，思想没破，思想破了是小神，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麻烦就是这里，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啊，真正讲功夫，我们的佛学常识比那个阿公阿婆多，讲的头头是道。论功夫呢，不能跟他们相比，为什么？他们已经不分别了，不执着了，就比我们高。他心清净，他没有污染；他心平等，他没有分别。啊，他还有妄想，妄想太微细，他没办法，他也没想到。啊，这个是我们晓得。啊，所以这些念佛的阿公阿婆，我们跟他相比，我们对于好像佛的理论知道的不少，其实远远不如他。我们的妄想杂念比他多，他的心比我们清净，比我们平等。他往生极乐世界没有障碍，我们往生有障碍。这些事实不能不知道。啊，那我们的功夫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金刚经是慧能大师从这个经啊开悟的，所以这个经就特别出名了。啊，在中国经典知名度最高的《金刚经》，啊，大家都喜欢念它。他是般若，是智慧，真是智慧。无论你学哪个法门，你学哪个宗派，他都能帮你忙。他帮你什么？帮你破执着。你看，上半部的破思想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，真帮助我们往生。破思想就把这四样放下了。为什么？假的不是真的，你执着这个是错误，心里头有这四样东西，叫轮回业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就是他制造的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的后半部是大乘佛法，
不是讲思想，是讲世界。相偏重在物质现象，啊，见完全是念头。我们讲心理，相是物理，见是心理。心理怎么痕迹都没有了？啊，要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这大乘菩萨。前面是小乘罗汉，后面是大乘菩萨。你才能够圆满菩提。啊，四见破了。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破四见就是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，他到哪去？到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，华藏世界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。啊，华藏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宝土。啊，相没有了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，不是二，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，不是二。回过头来再看，我们跟地狱恶鬼畜生是一，不是二，全是自性变现出来。啊，自性是平等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它其用。有善有恶，善念、善行，感善善道；恶念、恶行，就变成三恶道。念不是真的，相也不是真的。我们自己不知道啊，把它当真，所以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。如果事实真相真的明白了，真的了解了，才真正能放得下。为什么那么难放？为什么放不下？假的当成真的，麻烦就在此地。啊，谁知道是假的？大彻大悟的人，化身菩萨，前面讲的马明龙树，智者永明，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他们不往生极乐世界，都在华藏世界。啊，所以记住，人我相忘，自他不异。啊，接着下面看，
诸佛法身湛然常寂，诸佛的法身也就是自己的法身湛然常寂，这一句话说什么？这一句话是法喜充满，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湛然是清净，清净平等到基础啊，那常寂这个里面什么也没有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没有，诸佛十报庄严净土也没有，净土宗在常寂后面加了一个字光，常寂光净土。常寂光净土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们在不在常寂光里？在。我们在常寂光见不到常寂光，谁能见？前面说的马明龙树智者有名，他们见到啊，不但见到，他们还安住在常寂光。常寂光没有相，能现一切相，不现相的时候，不能说它空，不能说它无。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有，这是什么境界？其如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啊，得大极定啊，得大安乐啊，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常寂光土，我们要到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最后圆证常寂光啊，圆满证得常寂光，这叫圆满，究竟圆满佛了。那下面是彭基谦居士为我们解答问题。以本愿故感应道教，向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不是为自己，愿愿都是为
迷而不觉的那些苦难众生，是为他们的。啊，众生有苦，没有乐，这是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众生有感，他有迷，佛菩萨来应，他只有觉，他没有迷。感应道交，这就现十法界，这就现六道轮回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能知能识的宇宙啊，或者是万有，佛法叫万法，感应道交啊，即知即达，无时无时唯一真如周边法界。这个四句说得好，这是诸法实相啊，就是我们常说事实真相，这四句是事实真相。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自是我自信现出来的，他呢也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。我的自信能生能变，他跟万法跟整个宇宙是所生所现。能所是一，不是二，所以自他即自即他，无虚无实啊，实虚是虚空，什么也没有，实是现象，生如万象。千变万化，不能形容啊！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那一念的时间多长？现在科学用秒作为时间的单位，一秒钟，这个虚实的现象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说，一弹指就32亿8000年的念头啊，这一弹指多少个念头啊？32亿8000，单位是八千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一弹指。320兆次，那一秒钟可以弹多少？啊，我来弹，可以弹到这个5次，我可以弹到5次，
谈到快餐五四，就年轻人体力壮的啊，精神很好的，他可以谈七次。那320兆在晨起，2240兆一秒钟，一秒钟生命2240兆次，我们无法想象。说实在的话，这个现象就在眼前啊，最贴近的身体啊，再就是身外的一切物，一切人事物，通通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波动啊。那换句话说，它每一个波动就是一个现象。无虚啊。但是这个频率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啊。不但没办法掌控，实在讲概念都没有。谁有这个概念啊？一秒钟我们生命多少次了？2240兆次，谁知道？所以这八个字就兑现了：即知即他，无虚无实。这八个字来形容一念啊，也就是2240兆分之1秒，即知即他，无虚无实啊，所以不可思议，你想不到，你也没办法说，说不出啊。你说这一句话多少秒啊？记住，一秒2240兆。下面两句把真相说出来了啊，这是事实，唯一真如，周边法界这能不能执着呢？不能执着，没法子执着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众生一日一缘，幻有分段，如居卧下，不见天日。啊，举一个比喻，众生完全是一业，这个业是什么？业是造作，造业。
起心动念是意义，意在造作。起心动念最微细，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个念头出现消失了，时间多长？是2240兆分之一秒，也就是一秒钟里头它已经生灭2240兆次，单位是兆。叫幻有分段呢、啊，一段一段的。他速度太快了，我们的意识分别其实执着分别来不及，执着更来不及，所以分别执着是幻觉，是妄想，不是真的啊。分段佛在大乘经上说，八地以上，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他看到了，八地菩萨的定功这么微细波动的现象他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就告诉你七地之前还模糊啊，登地就可以见到，但是不清楚，到八地才清清楚楚。上面九地、十地、十一地等觉，妙觉这算十二地。啊，所以众生我们微细的起心动念不知道，那就无可奈何，初念贪嗔痴慢疑，初念我们知道很清楚，念念的很粗，时间很长，知道怎么样？知道要晓得业因果报啊，自作自受啊，不能怨天尤人，怨天尤人错了，罪根重啊。为什么？跟天跟人没关系啊，这个天包括整个自然，与大自然界没关系，与一切众生没关系，完全是自作自受，我们自己起心动念，断我修善，言语要断我修善，行为要断我修善，我们才能得善果，才不受恶报啊！如果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修行，修正错误的念头，
不善的果报现前，你怎么能够摆脱？不可能的。啊，这是因果，所以因果了解了，这个人决定不做，极其微细的恶念他都不起，叫真修。啊，那众生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不了解唯一真如周边法界，所以意欲业缘幻有分段，刚才讲了一段一段，一段就是一个念头啊，记住一秒钟有2240兆这么多的分段，啊，如居无下，不见天日。我们住在房屋里面，房屋把外面的太阳遮住了，看不到了。念力成见，幻缘死尽，念力，这是讲念佛真诚坚固啊，念力成现，念佛，我们把这两个字抓紧，真诚坚固啊，坚固绝对不能够幻听，最忌讳的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个东西麻烦。啊，念佛的时候讲求的就是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这就对了啊，幻缘失尽，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啊，清净心是事业心不乱，平等心是理业心不乱，到这个境界决定得生，不但决定得生，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得自在。啊，如痴无补，好像把房子这个屋顶打开了，太阳看到了啊，在屋里面，屋补就是屋顶，天日豁然，任运往生呢，还同本德。这个人念佛往生，任运是自在。啊，念到事业心，念到理业心，往生自在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想什么时候再来就可以再来，得大自在。
说此论呢，扫尽一切分别。这个论就是彭居士他所说的，把所有一切分别统统扫刷干净了。自佛他佛啊，自他生活了，总称戏论。戏论就是开玩笑的话，不是真实的啊，真实的说不出来。你心里清清楚楚，你没办法表达。不是你跟你同境界的人，他听不懂，他看不到。啊，一定跟你同一个阶层，会点头，会微笑。啊，确确实实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唯一真如，占即周遍，任运往生极乐，还在本心之内。心太大了，我们没离开心，极乐世界也在这个心里头。啊，所以我们出不了这个心。这个心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它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它没有生灭，不生不灭。它充满智慧，充满德行，也心充满相好。啊，整个宇宙是它变现的。它不是物质，它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但是它能现自然现象，能现精神现象，能现物质现象。真的是万德万能，没有他不能的。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，幕后是引用《弥陀经》疏钞。李延池大师做的，弥陀疏钞云：“着事而迷离，执着事，以为事是真的。啊，离完全不知道。”就好像这个泪也是一泪，好像蒙头啊，蒙头读古圣之书，蒙头读古圣之书，当然不懂啊！昏迟未开啊！啊，昏是昏迷，迟是幼稚园的小孩啊，小朋友。智慧
没改，没透露出来，尽能度闻，了不介意。所以幼稚园的小朋友用什么教材，最合适教他认字啊，不必教他读书，一个一个字教他，他会感到很有兴趣。啊，读书像读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，读这些东西同盟的教材应该在四五岁的时候读得好，给他奠定基础啊，因缘生俱是编了一部教材，古时候的私塾所用的啊，对15岁以前的小孩啊，这个还是这个根之根应该是在12岁以前用这个啊，14、15岁可以读经，就是古圣先贤的著述他可以读啊，他的智慧也慢慢开了啊，幼稚园、小学1、2、3年级还没开，小学4、5、6年级可以啊，可以读经。读经不重视讲解，因为他记忆力好，智慧没有完全开啊，智慧开在15岁以后啊，15岁以后学习的经论可以讲解，可以讨论啊，可以听小朋友的心得报告。啊，15岁以前不需要讲解，不需要研究讨论，不需要，只是背诵，念得越熟越好。所谓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混齿未开呀，尽能读闻，了不解意。所谓终日念佛，不知佛念者也。我们接着看下面，治理而一事，比平事乎豪家之眷，自云居富，不知宿他人宝，于其何干？莲池大师举个例子啊，平事是40多岁人，贫穷，没有福报啊，啊，他得到一张豪富人家的这个券，就是契约这一类东西啊，现在讲的证券，
啊，那么自己欢喜发财了，啊，得到大富了，不知道那是别人家的之宝啊，与自己不相干的，他不能兑现的，啊，他们家的账单呢？所谓虽知即佛即信，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，判然心不是佛者，这是说的我们呢，啊，是故越离在无可念，越是呢无可念中啊，无故念之。不能讲理，理太深了。我们讲理也是一知半解，不透彻啊。透彻行啊，不念也成佛啊。啊，禅宗大彻大悟，他不念佛，他成佛。啊，他能不能到极乐世界？他想去就去了，他没有障碍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把事实真相完全搞明白、搞清楚，念心不念也行。我们现在没搞清楚，没搞清楚怎么着想吧？我讲因果嘛。着相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嘛。啊，念阿弥陀佛这一句万德洪名啊，他所招来的果报是究竟圆满。好啊，我们就着相念佛，所以念佛法门是直方立相。它不是空宗，不是信宗啊，它的方法是告诉你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认定西方没错啊，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里面有阿弥陀佛啊，你都把它当真，将来念佛最后往生，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净土，这个要知道。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，凡圣同居秽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，是净土，不是秽土。那个清净的程度跟十宝土跟方便土很相似啊，真清净不是假的容易往生的、啊。啊，例子明白之后啊，所谓虽知即佛即心，判然心不是佛者也。是故越离则无可念，离上讲一切法都是自心流出来的，佛说佛就是自性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所以从理上讲无可念的
啊，从思想讲呢，又是呢，在无可念中无故念之。我老老实实念他，为什么？大乘经上说，念即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念跟无念是划等号了。啊，离世双修啊，即本质而求佛智，夫然后谓之大智也。这是个很好的方法。啊，真的是大智。为什么？你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。永远离开十法界了，这是真实智慧啊！没有真实智慧，出不了十法界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真能超越，这就是真实智慧啊！你能相信这个法门，能相信莲池大师这些开示啊，把理跟事都讲错讲清楚了啊，我们可以离世双修幸运之名，求生净土啊，生到净土，永远超越，在极乐世界，肯定一生成佛。又俗语，然着思，而念能。想起不许入贫之功，老实念真干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贫九品，你往生极乐世界九品里头一定有你的份呢。啊，如果知理知着理，是这里怎么样的心识未免，你就不念佛了，你就不求净土了，反受落空之苦。那怎么样呢？你依旧搞六道轮回，你出不了十法界，这个亏吃大了。抄里面弥陀经书抄，抄也是莲池大师做的，我们看抄文抄阅假使成持
狂慧，但著万学，于自本心，成为开悟，而轻谈净土，藐视往生，危害非喜。匪气不是小事啊，那是大害啊，不是小害啊。啊，我们自己一定要认识自己，愚自本心啊，未曾开悟，没有大彻大悟。啊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会动这个念头，都知道自己没开悟。一般学禅的、学教的容易，教下没有开悟，自以为大开眼界，啊，把小悟当成彻悟，误会了。宗门得一点定功啊，实在讲他没大彻大悟，以为大彻大悟，以为明心见性啊，有人把净土介绍给他，他不能接受啊，他以为他自己已经成佛。这种狂慧的人有没有？有。我们在国内外都见到。啊，可是自己要清楚。啊，下面所说的，这是大乘经上常常讲的，何大功，不因果。不相信因果报应，茫茫荡荡找养活者，这个养活者又到六道去了，到六道不是人天的，到三恶道去轮转去了，这叫大祸。啊，读者当三复四也，就是这三句话：何大空，不因果，茫茫荡荡找养活。这三句要多念几遍，啊，警告我们：慎乎，至理非死。理不能止住，啊，事上应该要修，我们还是着相经宗直方立相，啊，从有门入，不是从空门入。从四门入，不是从理门入，但是它的背后有高深的理论啊，它的体现是真如自性，是诸法实相啊，所以我们不能欺会阿弥陀佛，轻视净土，自招殃祸。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，这个上辈上生到这里我们告一段落，下面是第二大段中辈啊，中辈也是分两段，前面一段
阴性。啊，阴性里头有两个小段，第一段发心转念。请看经文，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，大修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六论云：中辈生者有七个因缘啊，就是说有七桩事情。第一个，发无上菩提心，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三杯九品，最重要的纲领，通通都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那这一句话就太重要了。啊，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把八个字更简单而要的变成四个字，叫信愿持名啊，信愿就是菩提心，持名就是一向专念。讲得好啊，越简单越好啊！啊，真正深信不疑，我相信佛说的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没有丝毫怀疑啊，完全相信接受。发愿求生净土，发愿亲近阿弥陀佛。我希望到极乐世界去，跟阿弥陀佛学习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我的老师，我是他的好学生。这就是无上的菩提心，这个心要发，往生头一个条件。啊，第二呢，一向专念，一向专念，无量寿佛。是信愿的落实，如果没有一项专念，这个心愿不踏实，这个心愿不牢靠，靠不住。啊，未必能往生。所以心愿怎么落实？一向专念，这就落实了。往生的条件就拿到了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念佛什么功夫？成片
重复成品。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这是功夫。那念佛没功夫的，功夫没有成片，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，功夫成片了，功夫成片就生方便有余土下三品，功夫成片。念到事业心不乱的，是方便有余土里面上三品。念到理业心不乱的，生十报庄严土。化身菩萨，那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！但是四十八愿第二十愿有一句愿文书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无论什么品位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意愿太稀有了。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菩萨？是圆满证的三种不退转的菩萨。第一个不退转，是小乘，位不退，小乘初果以上，位就不退了。啊，这个是位不退。第二个呢，是行不退，行不退是菩萨，菩萨度众生不容易啊。他不会退心，永远度众生，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啊！所以他们往生的是方便土的上三品啊，念到理业心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就是化身菩萨，生十报土。啊，生十报土，念不退，念念都趋向娑婆若海。娑婆若海，智慧的大海，圆满智慧的大海。念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化身菩萨才能证得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即使是我们所说的凡圣同居净土下下品往生，可是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无量功德的加持，让我们在待遇上完全达到化身菩萨的标准啊！也就是说，我们生到里面地位是小小般的地位，待遇是波斯般的待遇。
这是难信之法，谁肯相信？一品烦恼没断，能享受化身菩萨的待遇，就是十报庄严土的待遇。好处在哪里？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几乎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。举一个例子，阿弥陀佛神通广大，能够分无量无边身，他能分身，他分身干什么？念念都有不可思议的念佛人往生净土，阿弥陀佛要分身去接引去接引他们，有多少人往生，他就现多少身。我们的地球上人不多，十方世界加起来可不得了啊！每一天往生的人，无量无边无数。阿弥陀佛接引他。我们也有像阿弥陀佛同样的能量，分无量无边身。我们分身干什么？我们分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拜佛啊，去供养佛啊。我们有这个能力啊，阿弥陀佛加持的，一尊佛都不漏啊。拜佛是修福，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，也就是福慧双修。所以这极乐世界容易成就，那就是不仅仅是阿弥陀佛亲自教你，还有附带教你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教导你。我们这个像遇到一个善知识都办不到，到极乐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通通做你的老师，让你道业成就。所以要念无量寿佛，念阿弥陀佛就行。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当中包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名号，一个也没漏掉。还包含一切诸大菩萨，也一个没漏掉。要相信，不能换题目啊，不能改动啊。这是念佛一项专念，这个七个条件里头这两个最重要，发菩提心一项专念，三者呢多少修善奉持斋戒不是完全要求，多多少少要修一点善，随缘静心静力就好奉持斋戒，斋是过午不食，叫过中不食，这叫斋戒五戒十善业道，这属于戒律所以我们净土宗是以念佛为主，这一句佛号里头
就圆满的斋戒，都在这佛号当中。啊，诸位好好去听听，黄念祖老居士的《进修捷要》报恩谈，他讲的清楚。啊，一切诸佛的心咒，这密宗，一切诸佛教给我们的戒律、三句境界，通通都圆圆满满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现在人对这个知道的人不多。啊，还有很多人认为念佛号不如念咒。啊，念阿弥陀佛不如念他方佛。啊，生病了念药师如来。啊，求佛菩萨保佑平安了就念观音菩萨。啊，都认为阿弥陀佛还比不上，其实一句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也在其中。要搞清楚，要搞透彻，啊，才不至于错了方向。啊，这风持斋戒。第四个，其利他相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帮助众生跟佛结缘。啊，他看到他，心里有他的印象，见到佛像、菩萨像，所以是这个念，这个根落在阿赖耶识里头，永为道种。用现在话去弘扬佛法。那我们今天印诵经书都是属于这一类的。第五呢，梵思沙门。古时候出家人徒步，啊，你是佛门的弟子，你有责任，啊，有这个职责要供养出家人，他来徒步要供养他饭，这个饭食饭菜。啊，第六呢，玄真燃灯，散花烧香，这都是利益众生。啊，这个里面也供养佛菩萨，也供养鬼神，供养六道众生。啊，最后以此回向愿生安乐。啊，以我们发现法愿求生净土，啊，诵经礼佛，啊，最好讲经教学，啊，至少一个星期讲一个小时，讲这功德回向，利益很大，啊，帮助初学解答问题，这都是好事啊。啊，我们应该要做，而且出家在家同学都可以做。我们没有智慧，
以这个来修学，能长智慧，能证福德。啊，回向都能帮助我们往生。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常常勉励我们：啊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又短命。老师看到这样的年轻人，都劝他来学讲经。为什么？讲经可以帮助你消罪业、长福慧。啊，能够长寿命，啊，我的寿命年轻的时候多少有名的，这就看相算命的，啊，算我得的结论相同，寿命只有45岁。啊，45岁以后的寿命是讲经修行功德延长的。啊，命可以延长，那些普通疾病呢的人，那小事情自然就少了。啊，没什么大毛病。这是佛法现身的果报啊！啊，用世间人数得智慧、得财富、得健康、得长寿，为什么不敢？啊，要懂得这里头真正的意思。真实做起来你会很快乐，效果非常舒适。啊，我们看到我们同修当中真干的真得到，不是我一个人得到，啊，胡小英得到了，刘素云得到，还有不少同学得到的人很多，法喜充满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